动手敲金马争影帝，嘴才反省，对上最凶护耶抢新人奖。金钟五二才刚结束，金马五四就马不停蹄的公布入围名单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年战况如何。最佳男主角金城武，摆渡人。我们的摆渡可是无所不能啊，空手接白刃，人肉千斤顶，反正只要你说得出来的，我们一定帮你渡到彼岸。金城武出道28年，首度入围金马，一摆渡人击掉梁朝伟，直接挑战影帝。你是宵夜啊？庄凯勋以目击者入围，他曾在49届提名最佳男配角，虽未获奖，但也来势汹汹。已是影帝的黄渤以爱情悬疑片《冰之下》再次入围角逐。你还知道回来了？哎，进来了。哎，你回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真是太幸福了，你们家老人太好。我没有烦恼呀，我很开心。早已是影后，也是金马常客的舒淇，以贺岁电影《剑网春》入围。你不讲清楚的话，你出去以后就不要回来。我知道期限快要到了，你不要去打给我。我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，可是如果你说出去的话，我会被炒鱿鱼的。文琪才14岁，就上料入围女主角及女配角奖。这次影后将有4位台湾籍演员对抗香港影后。菩萨帮夫人挡灾了。因为我会为我们先生而努力。你是说性生活吧？实力参赛戏，金钟新晋演员奖没得到，先别难过。他在《痴情男子汉》中饰演为爱付出无底线的痴心男，受到评审赞赏。追上有够凶猛的，令狐血化钢环，武功狠狠就天开。蔡凡熙。他今年入围大赢家就是国片《大佛普拉斯》，获得10项提名，争气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还传简讯给我呢。